这么赞。但是我还要发一下力，慢慢的，我可以来喝咖啡。游泳卡，你要吗？为什么你办公桌看起来这么冷，这么冷，这么什么都没有吗？啊，要是，就是至少会有一个什么抽屉哦，抽屉在这里。哦，哎，你去坐其他地方，你会打扰我。坐哪里？这边吗？就找个位置坐。